啊，若共你诽谤咱个，咱要哪面对？第一个地位站着立的是卖受气。即句话大家真个甲做，互我做一点一件刚好。受气就是替别人个过错来听发自己。国语叫做生气，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。你嘛知影受气，于事无补，对不对？不过咱的涵养吼，可能还不够这么理想，或许是安尼啦吼。要安怎让咱的生气听到不会马上生气？咱来开始来思考，去来互相勉励。常常讲的，莫受气，甲当作咧甲咱消业，安尼敢无？伊甲咱骂一句，就代表你伊甲咱骂的人，通常较早甲咱无啥结善缘的啦，哇，咱都甲伊结善缘的啦。你若甲即个人结足侪善缘的吼，伊即世人会讲歹听话，互咱听不？是啊，会对咱足好，甲咱足欢喜，做伙。所以你若拄着一个甲咱歹面相的吼，注意真严，咱就爱思考，拄着一个咱欠伊的人啊。啊无吼，就是要结果恶言嘛，无对方袂安尼甲咱歹，对不对？嗯，是。既然咱欠伊啊，干嘛行？那行啊，伊甲咱骂吼，咱来偷笑，我开始咧行啊。哎，咱安尼转念想就袂歹啊，安尼受气就较袂遐严重啊，对不对？嗯。吼，想看觅有道理呢？这个时阵唔行，咱当时爱行，对不对？趁机会去减法行，安尼就较袂晓受气。第二，我若受气，伤害是啥？自己啦，吼，这是道理上的转念。甲家己讲，我若去一届害着我一届，那是即摆咧受气尔咧。我今仔日拢咧受气呢，今仔下暗拢困袂去个，对不对吼？你听着迄艰苦的话吼，真正规暝拢变来变去，足艰苦，足艰苦。结果是咧惩罚自己，对不对？真诶嘛。人都有道理，不过就无法度会受气，嘛是会受气。不过咱来训练，咱该愈来愈少，迄能量愈来愈少，时间愈来愈短。本来去三天，就去一天就好啊，好无？哦，渐进式的进步上无安尼吼。啊来各种战略要管，甲当作迄忠言逆耳，迄是要来成就我呢。老师讲的吼。会当接受过人记忆心内，咱来甲实践出来。受用的是啥？家己。迄别人是咧甲我锻炼的，合理的叫做训练，无合理的叫做磨练，对不对吼？会当安尼锻炼吼，境界更加悬。甲每一个甲咱批评、诽谤的人，拢当作你甲咱成就的人，这是高深大德的修养。啊，咱若真正要修，咱着改变咱家己，咱嘛加减嘛有这个含量，好无？或者是，互我讲会到，做袂到的道理，哦。不过，互我讲的啊，准备这吼，我感觉足惭愧，因为实在吼，家己的境界太浅的。不过提出来，大家强勉感恩，哦。互我若真正做了无好，嘛希望真人慈悲多给指点，安尼好，哦，感恩。啊，若受气，老师讲吃亏是家，哦，好。再来战术的地位，该休困啊吼，好好先报告大家啊，讲了参参出出，无清楚的所在，注意见的包含，啊，甲好好记清者吼，啊，谢谢各位请起。大众请起立。感谢你的支持杯，请。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次热烈掌声，感谢你们支持呗。啊，各位请坐哈。那接下来是我们中午休息的时间，那